来，补习班跟我说，今天要跟你们讨论一手的考题，所以麻烦你打开你的，他们把后中的集成一本，后一的集成一本。考一手对我们的同学来说，从台湾的高中毕业上来的，比较正常一点。第一个，因为一所大学要求他们的命题老师要在单字里面摆进去医学字，所以在你的格林法则那本单字测验集里面，除了我把字跟字通通帮你写完之外， OK， 我有帮你把全部的托福题放在第一回到第十五回，包括他们的同义字用字根的方式摆下来的，你都去看，全部都是。然后他的题目在550分到580分之间，不像中山大学今年的考题，他们的后一系从最基本的高中单字一直给你考到 GRE 的单字，什么东西都有，他都集中在托福，而且在550到580，就他不是很难的单字。如果你有空的话，看一下高一的后一考题，他们单字题大概是托福的600分到660，然后加上 GRE 的基础单字，说那些字几乎是我们不用的字，也就是说你正常在读文章看不到的字。 OK， 所以你考一手其实是蛮占便宜的，你要上课有听懂， OK， 你的中文的文字能力不要太差，单字题就算他在里面埋伏一两个 GRE 的单字啊，都不是答案，因为你认识那个字放进去，予以蛮合的、蛮符合的就够了。很少考这种法，今天考了一题，这个字呢，他考了一个 stage。我们上课呢，只教他的名词，我只教你这个 on stage 叫做在舞台上 ，in the stage 是在哪一个阶段当中？我没有教你这个字当动词，叫做布局。所以这个字没有教到，就这个字的用法我们没有提到，其他你上课有在听，大概就这十题可以拿到九题的分数。文法呢，就你一路跟下来，我们班了大概20堂课左右的文法，假设考了三题，倒装、冠带、连接词，你看这是我们上课教的重点，及物不及物、分词、形容词跟代名词通通考了一次。你就知道一手每一年只要在考试之前，我都跟学生说，我以前如果有去一手去帮忙发便当的话，我拿便当给学生都会告诉他，同学假设再看一次，同学假设再看一次，倒装再看一次，你看8分，吃个便当可以拿8分，他们每年几乎都没有例外过。这两个你考一手一定要掌握住。 OK， 那我们平常上课呢，其实是利用在教文法的时候，你应该有注意到，我把每一个文法句型几乎都拿托福考题跟你做练习，我都跟你说同学这题都不听。为什么？因为托福是全部的美国的大学生的大一课本，各个专业除了商业之外，其他的领域里面通通都有全部的用字、遣词、学术用字，所以利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去读阅读。然后我们在上这些字的用法的时候，都其实就在你的课漏字做准备。这一次的一手考了2篇课漏字，很标准，上下文的语义你接不接得起来，所以放单字在里面。然后开始这一年哦，7个学校都开始在考片语，就是我发给的文法书的第4章，全台湾考过了200-300个片语都在那里，没时间念了，你还没时间念完生物，哪里有时间读这个，所以大概会有6分会损失掉。这里有一个测验也是我没有教到，我教你一个测验叫 in the end 跟 on the end， 他考的是 on end， 考的是另外一个测验，待会我们去看就知道。然后把文法放里面，他的文法呢放进去的是时态，所以帮你摆在这里，现在是过去式，时态跟语态，主动被动。所以你考一手的同学，那2本文法书读起来可以拿到将近40分。上课的时候跟着这些文法句型顺便记单字，这边几乎都可以拿起来，利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去看阅读。不过今年呢，其实上课我有跟同学说过，一手的阅读上一定有医学相关的东西，而且是中医的比较多，西医的比较少。那这一两年
COVID-19 呢，它一直每年都在靠时事。同学考试前很紧张的准备乌克兰战争作文，终于出现了红。OK， 他很喜欢考时事，所以你平常上课的时候跟着我们读书，可以把一手的全部这个位置都读起来。那这个医学的没有问题，我们上课会教到相关的东西，在我们的阅读专业里面。时事呢，我今年打算，因为像中山大学的后医系考了50题呢，45题单字，剩下那5题是阅读测验，而这阅读测验其实里面也是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它跟台大106还是03年一模一样，考了50题单字。台大更过分，台大是最后一题是阅读测验，问你这篇文章的主题句，然后就没有了，全部都是单字题。所以现在的考试几乎都在考单字，你会发现只有一首乖乖的考学生文法，就是你学生有读书就会拿到分数的。然后清华大学模仿托福的划线找错的文法题，但是他不给你像托福那样上下文你可以读得懂的。如果你有我不晓得清华是在哪里上课，应该不是在这里，你有空去看一下录影带，他是从网络上面抓文章，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个知识背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根本看不出他错在哪边。所以要麻烦你读报纸。今年上课每一个礼拜天我就打算放弃了，就帮你把这礼拜的发生的新闻英文编成讲义，下礼拜上背单字，背里面的用字遣词，不然这样不行，全部都来考这个。因为出题目老师现在都很懒，直接从网络抓然后复制就可以了，不用在那边打字打个老半天，说变成都是这个样子的。像清华考的也是一样。再跟你聊一个，有一个人所写的书，走路呢可以帮助你思考，帮助这个地方产生的文化。我为了让这里的人呢可以慢慢的去思考一些事情，让这里的人充满人文气息，我就把都市建立成一个适合散步的地方，按照他的历史传承，这样他在讲这个，你根本不晓得这些东西，那篇答案那个句子你找不到答案，所以只好他逼着我们读网络。 OK，就没事，我就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看手机，逼着我们读手机，然后教育部告诉你不要让学生每天拿手机，这样那你考试考手机上的东西。说大概的状况长这样。 OK， 来，那我们看看一手的考题长什么样子。我的讲义跟你页数不大一样，你就跟着题数就好。 OK， 请看第一题。第一题就是医学单字，请看 A 的答案。哎，有上课的同学没有学过格林法则的，你稍微忍耐一下。嘿，英文的 touch T O U C H 变成英文单字的时候，有 tech， 有 tech， 有 ten。学过格林法则同学知道我在说什么 ，T 跟 T， O U 跟 A， 科跟科跟哥，哥科喝的互换，哥科喝。这三个字是你比较常看到的，所以你先看一下黑板。大家相接触叫做 contact， 联络。这个字可以当动词的时候是及物动词，当名词的时候后面才加 with。OK， 托福的600分单字考 intact， 没有碰触过的，这叫完整的 complete。你们学医学的一定认识 contagious， 会传染的。今年的高雄后医考的单字 contagious， 来再来 intangible。 Doctor Noller 的 no 是消音字。你的第一个单字你看一下，字典上给的例子呢，你就可能不好懂。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上课的同学，你就把你的格林法则，把你的柯林斯字典打开。OK， 就到欧陆字典去找柯林斯，上面有个 intangible dimensions of human existence， 人类生存那个不可触及，你永远都不会懂，没有办法接触到的那一面。
这都是接触，这是第一个，是他考的是字根字，来把单字整理一下，回去读书，这些字都是考题，我只写考题给你，我们上课上正课再慢慢学，我只把考题写给你。一个当动词联络 I will contact you 会和你联络，我们的文化遗产 remain intact 保持在一个完整没有受到破坏没有被碰触过的状况，这个疾病是会传染的，学士后一的高一考它等于 kitchen。没有办法碰触得到的那种层面 of 人类的生存，来一句托福的最高阶的单字 be detached， 这是外文研究所的考题 from， 没有接触到的叫冷漠的。你们班上课的时候我说英文的冷漠只有两个字用 from， 一个是 aloof， 它是离开的字根，对某某事情它是不去接触的，对这个东西它是冷漠的，这是托福的高阶单字。以后你就用字根的方式让自己把每一个字都学起来。第二个字我们上课是学对不起 CEIVE 跟 CEPT， 我们上课教它是拿东西的拿，我没有告诉你它的格林法则，我直接跟你说因为这个单字你背过，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所以 RE 你寄来的礼物我已经收到 received， 但是我不能 accept， 我不能接受，这个太贵重了还给你。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 这两个字 C 跟 C E 跟 E I B P M F V， 这里这两个字是拿东西的拿，所以高一的题目考了一个 conceive a baby， 拿住了收到了一个小孩，是怀了一个小孩 conceive a child a baby 怀孕。而 concept 是观念，一个人的观念 ideology 意识形态，后一考了一个 miss concept 要加 ion 哦，错误观念 misconception 错误观念。如果你上课有注意听到的话，应该有听到我说酗酒的人通常都是道德低下的人，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篇文章作者在讲这个。后一的考题超托福，台大研究所考那一篇 okay， 错误观念 misconception 要记得加 TRY， 你骗我 DECEIV deceive you deceive me you cheat me， 用不正当的方法拿走。
三颗胶的 PERCEIV Perceive the Truth， 穷究事理，追求真理，把真理握在手上。Perceive the Truth， 克洛兹的考题 Perceive 要让你挑。哎，他是考你形容词吗？英文的 SUS 基本上是 super 的字根，超级，然后其实你不要去管它，它就是强调语气的意思。 CEP 是抓住的意思，所以 be susceptible 被抓到了。 2 对某某东西来说是很容易抓到的，对某某东西来说是很容易抓到的。我们是上作文课的时候说，小孩子呢是 be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net， 很容易被网络所抓到。我写的 net 就好，就是容易被网络所影响。好，第二个，你看单字全部都是字根字，所以你的准备方向，易手的准备方向，利用字根多大量累积一些单字。你有空看一下别的学校，几乎今年考的都是字根字，不要讲几乎，七个学校都是都考字根字。清华的就更严重，他就一个字根字，然后里面五个全部丢在那边，问你哪一个是放在这个句子里面可以当作上下文语义连接和逻辑的。好了，我写给你的全部都是考题出的第一个之外，所以容易被抓住的。第三个答案考的是上课跟您说的提物件的提，提，因为英文没有母音结尾的字，它必须用 n 把它变成一个动词字尾。所以你们班上课教了一个 abstain， 这是你们下课的时候拼命问的，然后我就一直很莫名其妙，我不是上课说给你听了吗？怎么一直拼命在问？后来发现今年不带有人来上课，然后在家里听呢，他们也都是用200倍的速度看过去的，他根本没有在听，知道他只提留住他要看的那个部分，他根本不看的。 OK， abstain from 跟 refrain from 的区别，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abstain from smoking， 戒烟吧，这是永远的戒绝。 refrain from 呢，这里有小孩，请您暂时不要抽烟。 refrain from smoking， 暂时不要，这第一个，你上课的时候下课的时候在你们的群组拼命问的。第三个字考的是 TAIN 的字根，好，来，有上课同学听我说，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来，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 叫做 temigiate， 拿东西的拿，所以 attend， 请问它等于哪一个字？等于 retain 吗？不是，它等于 obtain， obtain 这两个字叫做获得。而 retain 呢，等于 main， maintain。怎么会写 main？ maintain， 这个 man 是手的字根，用手拿住，这两个字是维持的意思。这是你上课学的，所以他给你的第三个答案 attainable 是可以获得的。清交大的研究所就考这四个字的区别。
attain 等于 obtain 获得， retain 等于 maintain 维持。第三个 I was detained， 我被抓到了，被拿住了。 I was caught in the traffic， 我被交通给塞住了。 In the rain， 我被这场雨给塞住了，我没有办法准时到了，我被抓到了，我被延迟了，我被耽搁了。连班我上课是先教 sustain 这个字， sustain 等于 support。Sus 刚跟你说的都是 super， 当作强调语气，强调这个东西我拿住了。Support a family， 养家活口，把这个家给维持起来。Sustain a family， sustain a an idea， 一直坚持着拥有着这样一个想法，也用 sustain。养家活口就一直，其实它可以当成是把一个东西给持续下去的意思。这是获得，这是维持着不动，这是一直往下推演下去的意思。而这三个字其实有程度上面的差异， support a family。 然后 GRE 呢，考这个字也就是托福的满分单字，考 pretend。有考过后一同学应该知道 pretend to 永远主动，考试百分之百用被动式来骗你， belong to pretend to belong to 没有被动式，这只手表 belongs to me， 不可以说这只手表 is belonged to me， is pretend to me， 你用中文的逻辑会看不出来这个字的用法是错的，他永远主动，他没有被动式。学士后一高雄医学院就考 pertinent to， 考这个字，他还可以解释成与点点点相关，因为他是属于这个的，属于这个学校的时候跟这个学校是相关的， pertinent to。字典上面的例句说，爸爸妈妈常常会 subservient servile servile 对不起 servile to children's desire， 他们很顺从小孩子们欲望，小孩子们想要买什么想要吃什么通通会买给他们。其实这个字你考试的时候应该没有学过也猜得出来，这是服务 service，就算没有背过它也猜得出来，所以麻烦你多花一点时间去背字根。哦，你放心，后面的字没有那么多字要教你了，对啊，我不能再这样教，就这样子后面就教不完，到时候被补习班骂。我提醒你，它都是用字根考你的，你就多花一点时间把那本发的字根手册背一背 OK， 然后去看着课本上你的手机上面的字典上的例子。好，来请看第一题，干燥是 one of 的，后面要接名词复数，干燥是其中一个因素，句子结束。第一个修饰语 to make the eyes， 让眼睛，这个 make 加上受词之后，这个地方是补语去修饰眼睛，说是形容词，让眼睛没有办法接触，让眼睛很容易受到感染。
很容易受到，不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感染，所以 susceptible 挑第二个答案，容易遭受的，容易受影响的，所以不是可以获得的。Okay, 眼睛是可以获得的，眼睛是臣服于的。好了，答案挑第二个 B susceptible to， 把解析画出来。好，第二题，第二题。Being pregnant with triplet， 怀孕了，生三胞胎 ，TRIP 是三 ，LET 是 little，LITTLE， 小孩子的意思。好，怀孕怀着三胞胎。好，动名词，对不起，我应该说 being 加上形容词当名词用，有学过吧？being 加上形容词当名词用，所以这是名词，怀孕，然后借加名 cause her belly 让她的肚子，让她的肚皮膨胀了起来 more than the average woman 比起平均的妇女一撇 s， 就表示前面的名词不讲第二遍了，也就是说后面的 belly B-E-L-L-Y 不讲第二遍了。好，来第一个字，前两年的学士后医考题C-O-N-T-E-N-D， 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contend with 等于 deal with， 处理问题。可是它如果直接接的子句，它叫做辩称等于 argue。 这是第一个字 contend。如果你上课有仔细听，我有跟你说多益的必考，台大研究所的题目说，我们把我们的工厂扩充到海外的扩充，往外面扩充用 extend， 往前面扩充叫 distend 的膨胀。第二个答案它等于 swell， 这个字我有提醒过你 extend our market，我们的市场延伸到某某地方，到海外 to abroad。 这是线的往外延伸，这是量的往外延伸 distant。 把这三个字写下，所以单挑第二个。都是字根字，那你那本字根的书现在在哪里？已经卖了，考完试之后就卖了，在虾皮。是哦，第三个答案呢，是我们上课教的拒绝 refuse 等于 repudiate 等于 reject。这 RE 是上课说的不的意思。当时你们班上课，我跟你说同学托福考 turn down， 他把这四个摆在一起，问你哪一个字是客气的拒绝。托福考你 repudiate 拒绝，哎，有没有印象这四个字后面都是接 to 加原动 refuse to do something， 我印象吧，我好凶鬼吼。好了，英文的拒绝，客气的拒绝不在这里，在这里 declineNE 托福考这个字 decline， 客气的拒绝。你想一想，上课是不是这么跟你说，你跟女朋友求婚，她说等到我完成我的梦想之后我们再一起为着我们的未来努力，那是
decline。如果他直接跟你说 pay， 那就上面的四个 come on， OK， 要拒绝。这样想起来没？都是你上课学过，说一手应该是最好拿分的。同学，第四个单呢是成大考的单字 ，scrib 画一下线 ，scribe 是写字的写，这个字叫做潦草的，潦草的写着，大部分中文字典都翻成涂鸦 ，scribble 涂鸦，在上面乱写字的意思叫 scribble。那这个字呢，我就不再讲下去了，不然会教不完。就是 scribe 写字的写，描写的写的字根。Describe 啦 ，prescribe 哇，医师开药方 ，OK，subscribe 订报纸那一堆字，把 S C R I B E 画一下线，提醒自己他在考我字根字，对吗？写字的写的字根，这个字就不再跟你聊了，因为会来不及。我有算过，我大概上半堂课带到文法题结束，下半堂课课字，然后一篇阅读测验，可以没？我尽量讲快一点哦，你要跟上来哦，哦。不是在跟你解释答案了，而是在跟你说你准备的方向做些什么。好，来第三题，我们上课在做复习的时候教了一个字叫做 exploit， 我那时候跟你说，同学，这个字是一个正面反面都可以用的字，好听的叫利用，难听的叫剥削。它是多义的必考单字，不是托福，是多义的必考单字。所以第一个字 exploitation 是它的名词，在本上可能是运用，可能是剥削，我不知道。第二个答案呢 culprit， 这个字教过很多次了，这里呢是 crime 犯罪的字根，这是托福的必考单字，它是550的单字。C 跟 C， delta 呢 ？l 跟母音换位置 ，l l 跟 r u 跟 i，per 跟 m 在这里 ，it 是人，犯罪的人 ，culprit， 犯罪的人。第三个答案 stigma 的 s t i 就是 stink 发臭 ，m a 画线 ，m a 是 mark。M-A 是 mark， M-A-R-K， 发臭的记号，所以它叫做污名，不好的名声 stigma， 托福单字。污名，不好的名声。第四个答案呢，把 T-A-I-L 画一下线，好，来 TAIL 通常从尾巴引申成附加，所以我说，等我一下，我没有在这边教室上过课，所以找东西都找得比较慢一点。 OK， 来 curtail 是缩减的意思，等于 cut down，缩减就是你学的 decrease， 这个 cur 就是 cut， 把尾巴切掉，缩短。它是哪一个 entail？ 然后另外想着是 retail。entail 呢是附加在上面加一个尾巴，所以 liberty 自由。Entails 附加者责任 duty 附加在上面。 retail 是多义的必考字， retail 是经销商零售商， retail 零售的意思，尾巴零售。这样有这样的刺激会让你想去读字根吗？不会哦。那本字根的书打算如何处理卖，而且把单字记好，你的阅读测验也轻松很多。
多花一点时间。我今年七个学校的解析都说背单字吧，其他都别做，背单字就等着当医生，其他就别管了，现在上课就听着就好，把它听懂 OK， 然后一直拼命背单字。好了，所以第三题 deforestation， 第一是去除， forestation 是森林，所以去除森林这个字是砍伐森林，砍伐森林好了吗？以及土壤、空气跟水的污染这两样东西。二，来同学，请问这个出题目老师的文法有没有错？当然有错。我们上课说 as well 的主词在哪里？在前面，后面应该是 is， 不应该是 are 的。你敢不敢叫出题目老师过来？我直接踹他两脚。OK， 你学过吧？as well 的主词在前面，不在后面，它的主词是 deforestation， 上课学过。我上课是跟你说 not only but also， neither nor 跟 either or 的主词在后面，其他都在前面。出题老师那个 R 你圈起来吧，太离谱了。 Are usually 通常是最主要的犯罪者of species endangerment， 各个物种的绝种状态，它的最主要的凶手，不是最主要的剥削，剥削没有人，没有那个身份的语义在里面，污名也不是 OK， 附着也不是，而是一个最主要的犯罪的原因。我们中文其实我要帮你犯罪魁祸首，又怕被学生跟我说太难的中文他看不懂，罪魁祸首，听下我就叫 culprit， IT 是人。好了，第三题还是在考你字根。第四题呢，我们上课教了一个索隆的爸爸拿着剑去杀一只 obnoxious 的蛇，我那时候跟你说 snake 别背了， serpent 有没有？ serpent， serpent 这个字就是蛇，那一篇阅读测验里面的东西。 OK， 好，没关系。 obnoxious， OB 是强调语气， nox 就是 toxin 毒药的意思，把字根写一下子。我每次都忘记它到底考你哪一个词性，都在瞄一眼 obnoxious。 令人讨厌的，令人不喜欢，OB 是强调语气，呢跟他 O 跟 O X 在这里。第一个字教很多次，第二个字呢是我们课本上的 obscure， O B S C U R E， 有没有印象？这是布的意思，我们叫的 O B A B S， 有印象吗？ A B ABS OB OP 都是不得意思，想起来吗？ Abdicate 不再说了，放弃。 Absent 缺席，人不在。不再说了， Obliterate 消灭。 OP 来画家， OP AQUE 不透水的，不透明的，不清楚的， Clear模糊的， obscure， opaque， 稍微再整理一下。放弃王位， abdicate his throne。 absent from school， 台大研究所的考题，Absent 还可以当动词哦， obliterated the disease， 把这个疾病给消灭掉了。
这是 clear 的转音字 C 跟 C R E U R 变成 L E Delta Nola 换位置，不透水的，不透明的。最后一个字 Oblivious 托福必考单字，叫做健忘的。题目是这个教授很健忘，明明眼镜就挂在他的耳朵上面， OK 吗？放在他的头壳上面，他常常忘记，没有活力的 LIV 活力，没有活力的。所以你看 OV 有不的意思，有强调的意思，它不是只有一个。所以上课我就提醒你，你不要以为字根只有一个，那个字义只有一个，到最后都会凑不起来。这是台湾很多学生到最后放弃用字根去背单字的原因，因为都没有从头到尾把它学完整了，只学一半了，所以到时候放弃很可惜的一件事。你上课我就会提醒你，这是不，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强调语气。就跟你学的 COM 有时候是强调语气，有时候是相同，不一样哦，不一样。有时候是 same 的字根，都没有人提醒你，所以读起来很辛苦。所以你如果在家里看袋子了，麻烦不要再用200倍速度看了，这很多东西都没有听到。好了，以上是第四题的第二个字。第三个，把 MOD 画线，那是模型，所以 commodious 叫做宽敞的，等于 roomy。R-O-O-M-Y 等于 spaces S-P-A-C-I-O-U-S 宽敞的，它的 M-O-D 就是模型 model。 最后一个字 C-O-U-R-T 是宫廷法庭。我那时候在教 IT 的句型的时候跟你说，来，在宫廷当中必须看到老佛爷就按砸，对不 OK？ 所以那叫做彬彬有礼的，考它等于 polite， 有礼貌的。那时候在介绍讲人跟讲物的形容词是不一样的， courteous 有礼貌是讲人的。好了，所以这四个字呢，我们看看答案挑哪一个。第四题，这个 waiter 呢被 fire 掉了，把 from 圈起来， fire the from， 那个 from 当克罗字，我不相信你填得出来。从餐厅被